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建立，不是提供我们一个享乐的环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建立极乐世界，目的是帮助发大菩提心。跟他一样有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愿啊，是接引呢这些人往生的，帮助他成就，而不是帮助一个人去享受啊，我们千万不要错会意思。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，到那里可以去享福去了，这个意念不能往生啊！想去，佛也不会来接引你啊！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发菩提心重要啊！菩提心为什么发不出来？是对于实相，就是宇宙之间的真实相状了解不够清楚，心发不起来。啊，实相是什么呢？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实相是一体。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整个宇宙啊，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这是事实真相。谁知道？谁证明了？佛在经论上都告诉我，八地以上。啊，你只不断去修，到第八地你就见到了。七地以前是文佛所说，我们自己没有亲证。啊，八地呢，你亲自证得了，你才晓得如来所说的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妄。啊，没有欺骗我们，你的菩提心就发出来了。菩提心是，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知道我对一切众生的爱护，为什么他跟我同体？啊，他跟我是一体。啊，所以一体当然就爱他。啊，菩提心整个的核心就是一个爱。啊，所以古德有问：什么是佛教？啊，祖师的回答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这大经了，大得圆圆满满。啊，佛教的根本就是爱，慈悲就是爱。那么佛教不用爱，用慈悲。这个意思是，爱一般里面呢都含着有情，啊，有情识。啊，真正的爱呢，这个里头没有情，情是这样的。啊，前世分别之处是属于妄想啊，所以用慈悲，慈悲是理性的爱，不是感情的，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啊，
爱心从这生的，这个爱是真爱，不是感情的，不是冲动的，是自自然然的。现在呢，讲这些很难懂。为什么？没见过。不但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讲的人都没有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所以把慈悲跟爱混为一谈。其实它不能混合的。一个是从真心流露的，一个是妄心，妄心里头有钱，真心里头没有。真心是智，所以智跟情是一体的二面。觉悟了就是智慧，迷了就是感情。感情没有不造罪业的，业有善恶，利他的是善，感的是三善道。自利的是恶，感受的是三恶道。这个里头，如果不深入经藏，你怎么会搞清楚？你怎么会搞明白？深入经藏要时间，要毅力。真修行就由魔来障碍，假修行没有，摸不着你。你真修行等于说魔要来考验你，你到底是真是假？魔用什么名，什么东西来考验你？名闻利养，用这些方法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，在小乘有降魔，降魔表什么法呢？表不受外面境界诱惑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他的心如如不动。他的智慧光明遍照，一定呢要懂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的人，几个人能经得起魔的考验？高明厚利，美食几个人能逃得过？这魔掌啊，逃不出魔掌啊！唯有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他不受干扰了。菩提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经题里面讲的。清净、平等、觉，我们在最近20多年讲菩提心呢，都用这个题，前后呢加了两个，前面加了真诚。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决定没有虚妄后面就加个慈悲，真诚心其用，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，
自爱，对别人就是大慈大悲爱他，不自爱的人不会爱他。不明白真相的人很容易受外面境界诱惑啊，了解真相的人不会受诱惑啊，事出世间一切事都叫做无事，哪来的事？没事。啊，环境是什么？环境是业力在转变。佛菩萨胜利啊，世间众生是业力，你就看到了，业力在转，在转动，自己不要卷在里头，卷在里面。就能参加他的轮回了啊！怎么叫不捐呢？不放在心上，好事不放在心上，恶事也不放在心上，你得有善恶才看得清楚。你的功夫不到，你必定卷在里头。都不好，卷在里面善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将来顶多升天而已。啊，不善的业，你就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都是麻烦。我们净宗真的是方便当中的方便。啊，它方便在哪里？啊，方便在一句佛号啊，心里头就像六祖所说的，不思恶，不思善，善恶都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叫净宗。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，你心就放光。什么境界到里面，你照得清清楚楚，你处理得非常妥善。没有阿弥陀佛就不行了，没有阿弥陀佛就变成自己的意识了，自己的意识就会产生过错，这个过错带给你很大的麻烦。啊，说不定造很重的罪业。啊，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心里的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第一桩大事，念佛。第二桩大事还是念佛，第三桩大事依旧是念佛，你就成功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世界有缘，等到众生回头喜欢佛法了，喜欢净宗了，我们再来。哎，他还没搞清楚，我先成就自己。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世间一切事随缘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随缘，搞自私自利的事情我们不搞不参与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随于他也没有妨害，啊，于自己得真实利益。所以，布施到极乐世界享福，
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，啊，到那边成佛，成佛是为度众生，不是为别人。